知道日本鳗鱼饭的正确吃法吗？名古屋特色美食之一的鳗鱼饭 unagi hitsumabushi bingju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店名里的 hitsumabushi 字面是火烧的意思，招牌菜单就是鳗鱼三吃。传统关西风的蒲烧鳗鱼，用爱知县的鳗鱼和祖传特有的甜口酱汁烤出来的鳗鱼焦脆多汁。那么鳗鱼三吃指的是哪三吃呢？一吃吃的是原汁原味焦脆的鳗鱼，配上日本当地的月光米饭，品尝鳗鱼本身的味道。二吃和风的清爽吃法，加入了葱花和芥末，口感丰富有层次。三吃吃的是暖胃解腻，加入海苔，倒入店内的特制汤汁做成茶泡饭，也是我最爱的一种吃法。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一条、一条半甚至两条鳗鱼的套餐。个人觉得酱汁有点偏甜，建议提前和服务员说明少倒一些酱汁。一碗饭感受三种味道的鳗鱼三吃，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一起吃遍日本美食。